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就最近我不是在横店拍摄嘛，然后横店就简直一整个大高温预警，就是每天38、39度，无比的怀念北京。但是今年横店听他们说已经就是热的比较晚了，往年好像6月初就开始热了，今年是7月份才行。啊，哎呀，脑子不够用了，就经常有时候出差，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出差，反正我应该，那就很久没有以这种活动的形式跟大家见面了。小花，既然你是工作室之首，起一个名字吧，造型，考验你文案能力的时候到了。在拍照中，为什么在红毯上红毯之前吃这么 heavy 的食物？因为我早上7点钟吃了早饭，到现在已经4:03了，我还没有吃午饭，然后我待会儿晕倒在上面。然后我想吃那个点的鸡，因为怕我饿，他要给我点个粥。你看，这是粥，但是这个水就单独倒进去，这里没有米饭吗？请问这是米饭？你在这个场合吃的不太合适吗？我刚刚也觉得不太合适，但是因为我的经纪人刚刚肚子已经饿到叽里咕噜叫，我虽然能听到。不要试图把这个责任甩到别人身上。不是，这个东西不是我一个人吃，好不好？大家都想吃吧。一个人吃吗？好，你别吃一口。就不是好汤，还是又好吃，又好吃。我们拍摄前，管了，好嘞。还没，还没管呢。啊，你好。啊。终于结束了，感觉每一次参加活动都像打仗，不能这么说，应该像什么也不像。参加活动就是有一点，好了，不评价了啊。怎么说呢？今天就是非常快乐的一天，然后今天就是蛮有意思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晚宴，然后晚宴的时候没有想到今天就开始下雨了，还好我们上方有雨棚，但是雨今天巨大，给大家看一下我。昨天唯一你知道是想干嘛吗？睡觉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困到，我感觉我困了一整天了。我现在不知道，我现在嘴巴长在脑子前面，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有点大家有这种
感受吗？吃什么好呢？活动结束的当天必须要吃些好吃的奖励自己吧。今天那个有一个官方摄影的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来着？什么来着？你听到了吗？哦，绿豆汤啊！哦，你不是今天？熊饼家，我们换一家。哦，真的有很多绿豆汤，好，点一个。然后还有什么好吃的呢？不知道，我感觉我现在可以吃下吃通，我的头好痛，已经痛了一整天了。好困啊！不行，吃饭。饿死啦！去拜拜吧，大家，拜拜。